老五啊，最近啊，我这心情是特别的高兴的。来，咱们好好喝点啊。有什么喜事儿？啊？啊，没没，哪有喜事儿？来，不瞒你说呀，你刚才只猜对了一半。怎么呢？这些年呢，我心里真的一直有一个人。哟，好事儿啊！那就是说以后咱们一块儿喝酒的时候不多了。八字还没一撇呢。说说说说说，回头我帮你画一撇。哎呀，这个说来就话长了。很多年前我一直暗恋一个人。我老同学。叫程小英。那时候我喜欢他，喜欢的不得了，他走哪儿我跟哪儿，走哪儿我跟哪儿，我就偷偷的看着他，瞄着他。后来没结果。哎，你说是缘分呢，还是老天的眷顾呢？两年前在咱们这小区我碰见他了。怎么呢？我一问，搬这儿来了，搬咱这小区来了。嘿，瞧瞧，我再一打听，单身。我就找各种理由约他上我家来吃饭。这小英啊，爱吃，不会做，所以我就想着办法的学，偷着学翻菜谱。哎呀，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他表白，把心里话跟他说说。可是这话一到嘴边上，这心呐，扑通扑通扑通一劲跳。你说没出息吗？你知道为啥吗？我就想这是谈不好，帮砸了，弄得我跟小英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人就是这样，是吧？你就慎着吧。两年了，你都不敢表白啊？等到什么时候，你让黄土一埋，陈小英根本就不知道你这点心思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你要听我的，回头我再教你几道菜，赶紧表白。老五，你说的太对了，绝对是朋友。我啥岁数了，再不说来不及了，拿烟动了。哎，有你这句话，这个朋友我认定了。来。今天我就是多，我也得跟你喝。哟呵，干嘛呀？什么都是不说了啊，来来来，都在酒里。哎，二老五，那你借什么油温下锅啊？什么叫什么油温？你自己看着弄。哎，那什么叫我自己看着弄啊？什么时候下锅？哎呦，给你这外行啊，就没法聊。有我跟你说这功夫，我自个儿把这菜颠出来了。你躲在这儿吧。我跟你学啊。你这，我炒菜不爱让人看。哼，这背还叠起来。小英，哎，来了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买了点这个饮料。哎呦，你这来了就来了，还客气什么呀？哟，还真行啊，做那么多菜啊。那是啊。来喽，就是一汤。哟，哎，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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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位是。啊，对门老杨，外地人。到这儿来给儿子带孩子啊？那个，我是程小英。我跟老包是同学。哎呦，那您可比他年轻多了啊！你说什么呢，老五？来，小英，来坐。哎，好，那大家坐，坐一起坐。哎哎，小英，哎，干嘛？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，这儿。哦哦哦，好。哎，小英，哎，哎呦，我自己来。尝尝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做那么多菜啊？你要来吗？肯定。怎么样？挺好。老五，你是儿子在这边还是你儿子？儿子。啊，这最近不是得了一孙子吗？累是吗？哎呦，真好！哎，尝尝这个。哟，都有孙子了。这个糖醋里脊特别好吃，做的是吗？哎，就这是我炒的。来，你尝。我们俩一块儿。哦，这是你炒的？哈，这也不算什么，我就是一厨子，他就一厨师。来，你是厨师啊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啊，
我对那个美食啊，我不能说，因为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个吃客啊，那个反正我特别爱美食，喜欢，我喜欢，但是就爱跟喜欢美食的人聊天。但是问题是我不会做。哦，哎，这怎么做的？怎么做那么好吃？赶紧的。这个不是特别麻烦。嗯，就是重要的事儿，就是这个肉下锅的时候，这个油温呢、不能太热，得30到50之间。哎，下锅以后你得不停的翻炒。不能太热，不能太热，不能太热。那糖醋呢？你怎么控制这个？糖醋其实不重要，是吧？喜欢甜的你就多搁一点糖，喜欢酸的多搁一点醋，这不重要。我先问你，你搁鸡精了吗？哎，记住了，千万不能搁鸡精或者是味精这种东西。喂，姑娘，你不用一直强调，我知道自己很优秀 ，OK？ 我也知道你很优秀，但这并不代表说两个优秀的人就必须要在一起，是不是？爱情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，它是缘分。对对对。现在这帮姑娘太生猛了，对于喜欢男生就生扑，我真的是，哎，一会儿跟你说。不是，哎，你别哭呀，哭什么呀？不必要啊！我知道你很漂亮，对于你这么美丽的人来说，喜欢我，我非常开心。我跟你说，昨天我也拒绝了一个。我 ，Hello， 杨启明，你够厉害的，电话没接通都可以撩小姑娘。不是，我这什么时候断了？不是那个，哎。自从那一次我遇见你，从此走进我的心里，多想将你。